今天大嫂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矿卡，它的重量呢有490吨。那么一会儿呢，我们将用各种方式呢来摧毁它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游戏视频，记得让我们点赞支持哦。接下来呢是摧毁你的第十二种方法，我在前方呢放上了一堵炸药墙啊！是想让我开车过去撞，对不对？那就直接把他们给撞掉吧，不会爆炸，就算爆炸了，好吧，我的车子呢也全部散架了，我还以为不会散架，要不要这么狠啊？上面接下来是第三种方法是哪一种呢？啊，上面怎么会有一个大铁块啊？这真的是硬撑的，连轮胎都看不到了。怎么呀？这个大铁块呢，可是将你的轮胎都压不见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隧道的火车呢，来直接撞进这辆矿卡。我这辆矿卡的中间呢，竟然直接被撞断了！哎呀，这一次摧毁我矿卡的第14种方法，找了一下第15种方法又是啥呢？第15种方法就是用你的矿卡呢去撞进前面的大楼。完了，我这不是早恋吗？这么高的高度摔下来，我不得摔一摔呀、啊？哎，记得啊，没什么事啊。这种大楼什么情况？哎，别塌了，别塌了！哎呀，别把我给压扁了！哇，吓我一大跳啊！还好没把我给压扁了。这个呢算你运气啊，大傻，接下来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啦。前方呢又是一个粉碎机啊！不会吧，又是粉碎机？哎，为什么这个粉碎机不动啊？我一掉下来它就动了，稳住，卡住卡住啊！好吧，一阵阵把我给生吞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是摧毁你的第17种方法，我们在前方呢放上了一个旋转锤啊，直接将你的大卡车打飞掉。哎呦，你竟然能停住啊！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啊！我是超雷侠，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